迎光临集市盘的各位。我听说你们救了一位少女，实在是身手不凡呢。这位就是泰特塞利亚德。阿丽莎，我们想拜托你帮忙查找到他的身份信息。这种事尽管交给我好了。真是奇怪，我在记录上没有找到塞利亚德这个名字呢。果然找不到。塞利亚德，你别这么快就说啊！你是格兰灵魂？本小姐是大名鼎鼎的露。塞利亚德拥有一个像胸针一样的奇特灵魂。塞利亚德，王国一直在等待能力出众的骑士加盟。跟我们走吧，我们这就去拉格纳议会厅拜访首相拉伊赫特大人。执行王国任务可以获得强化材料。啊，热死了！真想吃块草莓咖啡。是这边，你是属下的吧？我也很期待明天啊。谢谢你过来看我。你好，我是快递员格尔利亚。幸会将珍贵的心意用文字表达，幸会将珍贵的心意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幸会将珍贵的心意用文字表达出来。请交给我吧，我很喜欢。这是我头一次进入议会厅，毕竟是有正式骑士团才被允许进入议会厅。要是我也能参加派对，我们也能成为正式骑士团呀！塞利亚德，现在也加入我们骑士团了吗？必须先去向首相阁下报告。欢迎光临，伟大的埃斯普罗骑士团的朋友们。我们王国虽是借助英雄之魂才能繁荣昌盛，但真正懂得操控这股力量的人并不多。塞利亚德，既然你能操控英雄之魂，并会成为助力王国实现璀璨未来的栋梁，可否请你为王国效力呢？该怎么办呢？夫人，真是好久不见了呢，首相阁下。考尔西，看来大家聊得饶有兴致。你是什么人？此地可不容你这种小毛孩教训。这是英雄之魂，可笑之极。这不是个东西，一帮蠢货看上了自己承受不住的东西，瞧好了。啊，这些士兵。士兵们要变了，突击！胸针上很奇怪的光。先处理一下情况。千万别走神，小麻烦。很好，极限点数极限值全满。殿下，你就能使用灵魂真正的力量，爆发最强灵魂技能向上移动，爆发力量吧！哎呀，别走！这风有两下子，那么玩笑就开到这里了。好了，祝你们好运哦，小毛孩们。啊，这个怪物太强大了！这种时候，就得和团员们并肩作战，进行团队战斗。在团队战斗中，你可以亲自变更指挥作战的队长。使用跟随可以让其他团员来到你身边，利用这两项功能赢取战斗胜利吧。是，接招吧。是，一网打尽。是，出击。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。黑骑士队长，黑骑士拿走了塞利亚德的胸针，我们得追上那个家伙。走吧。那家伙快走不见了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放心好了，我是有本小姐在吗？我能感受到胸针的气息。喂，这件事应该不属于我们骑士团的任务吧？冬眠，没错，就是去了冬眠。冬眠，那就是去了冬之码头。切，完全被无视了。等等，大家先住手，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哪里奇怪？那个小家伙怎么安然无恙？小家伙，你是说库伊吗？库伊没受伤啊？不是你，那个飞来飞去的家伙。英魂被偷走了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英魂和格兰灵魂是一体的。是，因为太不自然，所以忘了。
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哦，对了，不会不会是格兰灵魂之王呢？所以离开幽魂也没关系。哦，简推测好像有道理。哼，那怎么可能？对不起，虽然我也很想回答，但实在是什么都……不过，胸针是我失去记忆后唯一留下的东西，感觉是绝对不能弄丢的东西。嗯，你先从卡尔西那里把胸针找回来，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看来不是普通之物，那卡尔西为什么要抢那种东西呢？等等，等一下，比起研究卡尔西的目的，更重要的是尽快把胸针找回来。这也是首相阁下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是的，拉尔森说的没错，但前面是殿堂区域，我们是王国军，他们会帮我们进行调查吗？先看看情况再说，是的不是就放弃，可不是及时行动风格。谢谢大家，但接下来的路由我自己走吧，我不想再给诸位添麻烦。哪里的话，塞利亚德，保护你是骑士的使命，而且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现在只有路才能感觉到胸针的气息，不是吗？你们必须一起帮忙，才能尽快把这件事解决。选择权在你，还是说你们怕自己拖后腿？啊，我明白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拖后腿。把所有人都一起去吧，好，出发。喂喂，停下！看你们那副德行，应该是王国军吧？又想搞什么鬼？这里是殿堂区域。哟，有人已经经过这里了吗？别装蒜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跟那个格兰骑士一定是一伙的。等等，好像有点误会，我们正在追踪那个格兰骑士，有人告诉我们逃哪边去了。什么？追踪？王国军开始窝里斗了吗？哎呀，这份同伴之情真是让人感动啊！不需要你来提醒，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人，希望你能允许我们在附近搜索。如果想得到搜索许可，就得去找殿堂长，不过你们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许可的。殿堂长在哪儿？我能提供的信息只有这些，如果想知道更多，就带着克罗波尔的皮到驻地去看看，要是两手空空，就别指望有人搭理我。追随女神的艾斯普罗竟然堕落至此，谢谢广大。小妮，小妮，海瑟，小妮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